小便在床还知道？那这个 BB 现在几大了呢？现在多几天要满月了咯。现在半夜11:30了，就起来了，就不要睡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一次看镜头的呢，这么乖的 baby 的呢，是不是？哇，做运动，做运动。哎呦，湿度啊！一直看镜头的 baby 呀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。